这是相貌，是人的准备哦。 哎，这个很有巧思哎，他变成扣子哦，然后就哎，那个好心，那个还帮你留了脸，这样 party 还留了脸哈、哦，然后呢，这个 Mr. Mr. 贴满了 Jenny 就贴在哎，这个贴在头上去，哎，哪一个最多啊 ？I got a boy 不是，party 最多哦，因为我觉得弄金头发，他好适合金头发。他一金头发一戴墨镜，那个架势，那个不一样。因为你现在比较 pure， but if you go to gold， oh my god， superstar， what？ Yeah， amazing， really？ Yeah， you upgrade， you upgrade，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What I'm saying？ Upgrade， 就是从经济舱升到商务舱，就叫 upgrade。OK， 好 ，OK。Upgrade， 对，真的有没有考虑再变回金头？ 不喜欢？哎，为什么犹豫了？有点难吧 ？Why？ 因为我的头发不是那么健康。哦，真的、啊？哎，当艺人很辛苦，每天可能要吹了洗，再吹再洗，然后又喷很多的发胶。이거탈색을네번인가다섯번인가했어요因为这个我要染这个颜色的时候啊，我就先就是染白，好像染脱色四次，经过四次。四次。对，才可以染成。然后才变金的。对，所以以后，头发真的不好了，所以都剪了。对呀、啊，就剪掉算了。对。我有一种东西叫假发，你知道吗？但是好看了就好。啊，是，或者买假发 ，fake。假发。对呀、啊，想变金色就变金色。我想一想吧。哦。但是大家最喜欢这个啊，其实票数蛮，这个也蛮多的耶。嗯。啊 ，Mr. Mr. 也穿着西装也是蛮多的哦。这人是谁啊？就一看到，远看还以为他阿翔呢。好，谁呀？这是谁呀、啊？来下一个。下一个投票就是戏里面的角色，或者戏里面大家对他的这个角色啊，就各种的造型的喜好。来，那我直接来好不好？来，我，哇，这个一面倒哎，都是 K2， 对不对？이투표한거를본거중에지금여기타이페이가제일열정적으로투표한것같아요我看好是有几场啊，我就看到大家的结果。我想啊，台北场的粉丝们最热情投票哎。耶，我们好爱投票哦，记得要去选市长啊，还有议长。我们还真的最近要投票，你说对了。我知道，我们很爱投票，我们都很喜欢尽公民的义务。OK， 哇，得到他的称赞，这么多场台湾的朋友最。真诚的在告诉他答案，所以你意外吗？大家喜欢这个角色，因为其他的戏，我想你自己也有很多 memory 在里面呢、啊，对不对？你看爱奇艺，他2008年的哦，《你是我的命运》，然后《机密同盟》，我也最喜欢 K2 的，对，你也最喜欢这个，为什么？不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但是我的心里，你的心里一直在安娜。还在这个安娜的角色、OK 我演的角色当中，我最有我的心里的角色是哪个？这样想的话，一直喜欢这个安娜，心还在你的角色，你也喜欢安娜这个角色。OK， 跟大家是一样的，太好了啊！这个有时候，这个艺人在自己喜欢的东西上，会跟观众有点距离。那艺人很喜欢的东西，观众不一定喜欢，没想到你们是 match 的。啊！你跟台湾的粉丝是天生的一对儿。天生。对对对对，天生一对。好，不过还是有人贴在你的鼻子上啊！正正哈，你们怎么回事哈？好，不过每个角色都很优秀，这也是润娥这么多年来努力的成果。我们为所有润娥曾经努力过的事情，给他一个最热烈的掌声，谢谢他多年的付出。